接下来由我为大家进行教学。谁说单身？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表达了一种不羁，哎，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推开啊。谁说单身？擦啊，有罪，要活得有滋有味。啊，有滋有味就是啊，抖几下肩，正面的话就是这样子，那写起来就特别的好看。这个就是抖几下肩。这个钻戒放在中间那个人，有的话可以是啊，啪打开一个钻戒推出去，啊，也可以呢直接啊推出去，然后上面别的人就会过来把这个钻戒拿走，然后扔掉。钻戒很美，然后可以丢出去啊，自由的贵啊，这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丁程鑫，欢迎来到丁程鑫的课堂教学时间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教大家姐姐真漂亮这首歌的一部分舞蹈，开始了，注意看啊，制造压力，别熬夜生气伤身体。第一个动作 ，Y 扩胸运动，就是把两根手打开，别熬夜生气 ，and。抬腿抬两下，抬到你的腰，第二次抬到你的胸，脚踩两次，然后两次打两下，随便打随便打，就是你怎么觉得帅怎么打，别熬夜生气伤身体。One and two， 好，像跳广播体操的第一个动作，对，然后遮住耳朵。And one and two， 就像摸摸猫一样，就是摸它，就是摸它，然后两下，然后抬脚，然后提手，然后抬手。踩脚，第一个给你东西，第二个快抱抱我这样的感觉，然后画圆比心，好，就是这样的。好，接下来听音乐。姐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在我身边，这装扮绝对奥利给！这个手到这儿，奥利给，就是非常火的一个动作。姐，你今天怎么那么美？在我身边，这装扮绝对奥利给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小凤老师课程就结束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我得赶紧开溜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耀文，然后今天教大家姐姐真漂亮里的一段动作，就是马哥的话，就是。首先你如果要学这个动作的话，你必须要叫上你的小姐妹，对，因为这个动作是配合。首先你的右手搭在前一个人的肩上，总有一天你会，可能有三个人，必须要三个人，前面一个后面一个，总有一天你会，然后后面的人也要搭你的肩，你又把他的手遇见命中注定，然后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层次，就是那我时针的一些，就是那种时针指的那些几点几点几点，然后你们做的像观音那切观音那种就一样。天你会有命中注定，不管你学的怎么伤害，都做手全部就得走。对，就是首先你的手要打在上面，把你的腿打九十度。对，哦，你的左手就已经定在上面，然后你搭上去，然后你的头需要看这个，这是个细节，但是你的手还是必须在左边吊的，往下走，穿过去，起来，然后 OK。全部连起来就是。
管你选择怎么生活，它都会出现。如果想开开心，就别逼自己改变，请一直尽情享受的活着吧。OK。好，现在就结束了。对，辛苦了。好的，今天呢就由小张老师来给大家教你学这一段比较可爱的内容。先给大家示范一下。姐姐你真漂亮，这个金嘴啊，如果你这样做它就不对了，你要必须把这个夹上。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，大家可以尝试。然后紧接着呢就做个这个，就是像马上要啊那种感觉。然后这样做完这个动作，就像那种耍个帅，我就放在耳朵旁边。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就不需要我解释了。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估计就是什么比较教学的意思。第一个是在腰这儿，撕拉撕拉，对；一个是在脸这儿，撕拉，然后就动了动了动，它是三个层次。Nice， 今天的教学呢就到此结束，大家一定都学会了吧？我教学如此的齐心一战，再见。我们现在来学习开头 part 的第二个，就是我们那个 rap 的五个动作。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心情全天，心情全的时候，然后做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是大大大，注意有一个点，就是先是往前的。我做回来之后，才是一个往下的，同时往下的时候，脚要抬起来，心情全天都，这里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，一个律动，都帮你变得新鲜。这里一定要两只手，首先是，然后脚要抬起来，变得新鲜，擦掉你的黑眼圈。这里的时候，擦，这边是左手在里面，擦掉你的黑眼圈，元气每天。OK， 那么就是。这一段的整个舞蹈教学，大家学起来吧。心情全天都帮你变得新鲜，擦掉你的黑眼圈，元气每天。 I say oh， 姐姐你真漂亮。 I say oh， 去胡思乱想，放松自己，不要太刻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年小浩老师，你看刚从百忙之中，听到要给大家录一个这个姐姐真漂亮的这个教学视频，立刻就感动了，开始了吧。反正先把手张开，就是差不多这边，然后张开的同时腿是向外的，然后弄上来转过来。 OK， 万人迷是你，然后这边指出去，指出去的同时呢，你这只脚往里扣变成左脚的头，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双手再这样试一下，然后再换成右脚，是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？就这么简单的交叉一下，过来之后先走右手，再走左手，它就是简简单单的把手交叉一下就完了。请自行想象你在打麻将的时候摸牌的感觉，这只手打不要了，这只手摸那个牌，直线正面啊，正面摸45度，然后手也是这样斜着，然后过来之后，你就要把左手给往下放，然后把右手举上去，所以说这个动作就是一个转，然后看啊，然后握握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然后这套动作就结束了。我的 DJ 帮我放个 music。OK。我觉得吧，凭各位的天才的大脑，这个东西2分钟应该就能学会。对，那个，好，行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就是那个3000万的合同是，行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，等一下，那个小王，我先给那个他们说一下，马上就那个过来啊。
不好意思啊，就是哥要去签合同去了，所以说我们有缘再见，拜拜。好，行行行啊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